我感觉起来5:30，5:20起来的时间还挺浪漫。三十四号，然后现在已经换完第二套衣服了。这套衣服呢，就是棒球服 ，hiphop 更 hiphop 一点嘛。对，还有这个吧 ，emoji 是我自己要添加的，是栗子，我属于我的栗子。然后还有我喜欢吃的薯条，对，然后还有这个欠欠的流汗黄豆，就是一种很欠的感觉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变装完毕了，然后现在开始了我们下半部分的开始拍摄。其实到晚上刚刚睡了半个多小时，其实更精神了。然后因为我的话呢，就是比较，大概眯一会儿，我就大概眯一个3-4分钟，我就能坚持个一两个小时。要慢半个小时的话，感觉应该到晚上11-12点还是可以的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oy Store 的泽宇。这套衣服呢，就是非常的 old school， 然后很 hip hop 风，然后上面有很多 logo。这里是 Boy Story， 然后这是 Joy， 然后后面有一个124，都是这些 logo 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。嗯，我就没有设计太复杂，因为我也不知道该去怎么设计才会好看，也不会花里胡哨。然后我就觉得简单一点就最好。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死亡笔记字体，然后我就跟公司要求说我想要死亡笔记字体，然后队友们最后也都弄了死亡笔记字体。我很喜欢这个字体 Don't Panic， 这个没有什么寓意啊，就是我看着这个星球反正挺适合我的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蓝色小眼睛大眼睛跟这个呼应一下。 OK， 大家好，我是 Boy Story 的明瑞。大家显而易见的换了一身衣服，这身衣服更加的校园，但是它其实是棒球服。这件衣服呢，大家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是上面写着有 Boy Story 的一个绣花，然后这其实是狗。我其实原先想要的不是狗，大家可以看背后的大 G。 对，其实原先我不是想要狗，我原先是想要一个叉，就是这一个部分是写我喜欢的车手的名字，然后这一个部分是喜欢写我喜欢的车的品牌的名字，但是因为版权问题很可惜不能印上去，所以我就换了一个简易一点的狗。然后这边是我们 Boy Story 的一个标签，对，就是我们这个全部的一些设计了。那是酷一点、帅一点的，整个 pose 舒展一点的。听起来就是恶魔说的，恶魔说，恶魔说，说啥呢？说啥？大家风格都不一样。现在我们已经换了一身衣服啊，先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第二身衣服，整体以白色、红色，然后这还有一个眼镜，我的眼镜，嗯，给大家也可以看一眼，一边大一边小的，这个是，没看错，没看错，这是手上的一个配饰戒指，这个是金色的，这个是银色的，这是我自己的。嗨，现在我们已经换完第二套衣服了。这套衣服是这种 hip hop 的棒球衫，嗯，然后上面有我们
喜欢的这个 emoji 图案还有那个文字，我写了龙和 long time no see， 然后这里有一个我常用的表情，这儿有一个。心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？吃的，心的面，对，这个导地瓜，新鲜水果。你懂那什么？龙，火龙果吗？可以，火龙果算。平龙，香龙，香龙果，我有啥呀？行，可以了，可以。也不甜甜圈。再给你起个别的。你可以叫猫砂，那叫吃的是吗？车跟这个车要能比较，你那车不行，扔了吧。第二个。不好定。感觉来了。哇，师傅。哎呀，有鞭炮味了。可以。失败。失败。骑车拍的挺好。那这个拍的挺好，刚才几个都抢。说让你小心点。你俩拍。我。你不能见着，他在哪？嘿嘿嘿，这样咱可别不信。死亡摇摆。我也想这么爆出呀。送走吧，送走。哎，我怎么又回来了？哦，我也想抱石阳。来，这边挑一下新龙。来，新龙，新龙。我还没抱我石阳，咋了？一百这样能往后撇一点，别往后一摆。弯，弯不了啊，弯不了。给我们家军上点分，给我们家军上点分。现在现实福利
点击左下角还能抢到 iPhone 十四。iPhone 十四 Pro Max， 你 Pro Max 你才能有这个吸引力，是不是？谁被锁里边了？新西兰啊，这个。哎，都小心一点。有看吧，哎，行我一手鼻涕，看不看？你也有鼻炎啊？他感冒了，太冷了。你看啊，他我跟他在耳朵上面，这个声音叫猫好灵啊。哎，我这个厉害一点，你看。你看他不去你那边，哎，不给我面子，哎，得找同伴呀，有安全感。喵！那我们集合在这儿，在这儿吧。白跳。咱稍微离近，先离近一点，来快点。然后我们好调位置。你动势超前，我投币了。这样子，来，我给你摆，你给你上，站好，站好。